有一些野生动物比较怕人，那你人在那里摸过它，不知道会不会就不敢吃之类的。因为我看到很多影片都是海鸥抢人类食物啊。没有，那捕鱼的常常看他们在船上歇鱼，不要的它就往上丢。嗯，对，你丢它就吃，丢就吃啊。对，买，你有看到动物？买，好像是哦。TVBS One 的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